好，下面我们进入七级乐曲的学习啊，在七级呢，其实就上升了一个台阶了啊，感觉一下子难度就增大了，而且特别特别丰富，速度也就提高了。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基本功啊，需要第一快四点加速。原来六级大概是120，那么到七级呢，至少得达到140或者150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基础的这种快四点要提升上来，而且扫摇和点奏都要升级了。嗯，你看原来咱们洞庭新歌学过这个扫摇的方法是吧，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的扫摇就不光要加速，而且它还加进了左手这个，有这个左手的刮奏啊，还有带音头的啊这种控制，所以这个扫摇就升级了，点奏也一样。你看他在点奏的基础上还加进了扫弦，对吧？这些技巧都需要提升啊。我们会带着大家一点点的把这些技巧都攻克。然后另外呢，除了这些技巧之外，还有什么呀？你看我们站台风它属于一首创作筝曲，然后秦桑曲它是属于陕西筝派的一首作品，所以陕西筝曲呢，我们继续在原来动这个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和香山社谷的基础上继续升级，也就是它秦桑曲难度就加大了，它有两种音高。然后到这个高山流水呢，又是山东的作品，我们也是在那个汉宫秋月的基础上把它加大难度。好，还有像出水莲，这是客家筝曲对吧，我们还要接触到客家的演奏风格，哎，所以它特别系统，在这个阶段呢，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综合能力的提升啊。咱们先来第一首作品是站台风，大家翻到121页，这个站台风呢是王昌元老师创作啊，是他在还是上海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创作的啊，去这个上海码头港体验码头工人的生活，有感而发创作的这样一首作品，主要表现的是码头工人对抗台风的这种场景。那么这首乐曲呢，全曲气势磅礴，音乐形象非常鲜明，而且运用了大量的新的技巧，所以这首乐曲可以说是一首划时代的作品，也是我们创作筝曲的代表曲目啊，所以请大家一定把这首乐曲学好啊，因为它一定程度上啊，都代表了我们古筝的这个创作筝曲。我们原来讲过，这个创作筝曲代表曲目就是《站台风》，而且它很影响我们之后的这种演奏级的作品，也就是好多演奏级的作品，你一看它都是借鉴了《站台风》的这种演奏方法，就比如大量的这种扫摇啊、点奏这种快速的技巧，以及这个骑马左侧的这种刮奏是吧，在原来都是没有出现的啊，非常新鲜的这样的一些技法。所以这个曲子呢我觉得它一直保留到今天成为我们的必弹曲目，就是因为它非常经典非常优秀啊，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出好多段落来作为我们的基础指法练习，而且它的结构也比较有代表性，就是这种快慢快的结构啊，一般咱们乐曲都是慢板开始对吧，引子慢板快板在尾声，这样的一个进行的方式比较多，但是在站台风呢，他就创作了一个先快板再慢板再快板的这样的一种段落形式，所以后面跟着他创作了好多曲子，像丰收锣鼓啊、井冈山上太阳红啊、打虎上山啊等等，就都是上来就是快板啊，都是受这个站台风的启发，所以它特别有代表性的意义啊。那么我们就争取用三节课的精讲课的时间，跟大家分析这首作品，希望大家也能够在弹奏的同时多去思考我们为什么这么弹奏，我们怎么样才能把这个
码头工人的这种积极向上的力量给展现出来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力度，什么样的音色，在这儿呢，请大家把我们的基本功也好啊，对乐曲的分析也好，或者说你对处理乐曲加强这个表现力这一块都要有一个提升啊。好，咱们先来看一下这首乐曲的结构，因为我们总是在弹奏之前，你得先清楚这个曲子的脉络，否则你弹出来你都不知道这段表现的是什么啊，然后我段和段之间它有什么样的差别，我们在弹奏之前要很明白，哦，这一段它描写的是什么，我应该用什么力度，什么音色，什么指法去表现，那一段写的是什么，我的情感是怎样的，我应该怎样融入。所以大家在弹奏之前，你的脑海当中已经对这个乐曲这个框架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我们才能下手去弹第一个音，而不是上来我们什么都不想不看，然后就直接大家看第一小节怎么弹，不是这样的，你要先从整体去了解这首乐曲，然后再分开一段一段，一句一句，甚至一小节一小节的，然后最后我们还要回到整体。所以我们分析曲子的这个模式就是总分总，整体局部整体，就最终也要回到整体上啊。我们这首乐曲它表达的是什么样的色彩啊，什么样的画面，这个都要很清晰，好吧？所以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乐曲的结构，以及每一段分别表现的是什么。好，大家先看第一页，我们这个整个第一页就是咱们快板的第一部分，因为快板特别长，我把它分成了四个层次。咱们先来看第一层，第一层大家画到第二页的第一个音，这个音，哎，就刚好第一个音那个 V 字里头有个分号，这个分号就是用来划分段落里的层次的啊，大家把这个标注好啊，提醒大家，这是第一层，第一层写的是什么呢？是台风还没有来临之前，码头工人的紧张忙碌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啊，繁忙的码头景象，这是第一段。然后到第二段，大家看很多折线，这个是代表的刮奏，那么这些刮奏中间穿插了一部分音，那么这三行是我们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就第二层啊，到第三行的这个 re 结束又有一个分号，这层就是写的台风啊，它用刮奏的形式来描写台风阵阵袭来，威胁码头上货物的安全啊，所以这一段就写的台风的形象。然后再接下去第三层就从第四行开始啦啦啦啦，这个进入了我们的主旋律，这个也是站台风的主题啊，啦哆啦啦啦哆咪咪咪哆来咪来咪嗦啦，一直重复这个主题，后面用点奏、扫摇、快四点等等各种形式来重复这个主题，这是它的第三层。好，那么重复的这一主题，它其实表现的是码头工人的这种顽强不屈的精神啊，就不管面对多么大的困难啊，多么紧急的这种艰险的情况，我们依然是啊，奋不顾身的去抢救这些码头上的货物啊，所以哒当哒当哒哒哒滴滴滴，非常有劳动号子的感觉啊，这是咱们的这一层主旋律。翻过来到124页，124页的第一行，好，那两个扣摇这个地方结束啊。好，后面是第四层，第四层就分别用了扫摇和点奏啊，两种快速技巧来把主旋律升级，来描写顽强的跟台风搏斗的这种紧张气氛啊。节奏型就越来越密集，它不是都是16分音符嘛，特别快啊，描写这种码头工人的勇猛啊，跟台风战斗的这个越战越勇的这种形象要呈现出来。好，一直到125页最后一行的最后一小节，这是第四层的结束，也是整个快板的结束，就我们第一大段快板一直到125页，这个就都是第一部分快板
里头我们分了四层啊。然后接下来翻过去126页的一直到最后一行的第二小节，这一篇基本上是咱们的整个第二大段啊，就是慢板。慢板呢是台风过后雨过天晴，写当时天上的，就是台风之后不都天空很干净对吧，万里无云啊，然后以及好像出现了彩虹啊，然后再到后面人们内心的感慨啊，然后再到第三层是这个对未来的展望。所以这个慢板呢内容也比较多，我们把它分成了三个部分，都是用这个 V 字里头的分号分开的，前两行是第一层，然后到第四行的第三小节是第二层，剩下是第三层，第三层一直到最后一行的第二小节，就慢板结束这个地方，分了这三层，我们讲慢板的时候再细致来分析每一层的这个色彩区别。好，最后一部分是快板再现，这一段再现呢一直到最后啊，到全曲的结束，他写的是就是它因为旋律是跟第一段一样的，就再现第一段的旋律，是表现的是这个码头工人又恢复到了正常的生活劳动当中啊，但是比以前的这个气氛更加的热烈，所以速度也会更快一些啊，表达人们又以一种更积极的状态投入到劳动生产当中啊。好的，这是全曲的结构。咱们先看第一部分啊，第一层，第一层呢是写台风还没有来临之前人们的这种正常的像劳动耗子一样的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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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紧张忙碌的这种码头景象啊。所以第一段弹奏大家先要注意，不要慌不要乱，台风还没到呢啊，大家不要这儿就一片慌乱了，要很稳。那么要想营造这种非常稳定然后又不慌不乱的景象，大家主要注意节奏，节奏要稳定啊，你要只要抢拍子就会感觉手忙脚乱的，不能抢拍子。然后这一段又是快板，所以我们要弹得又快又稳啊，力度要很坚定有力，这是这一段演奏的要点。但它旋律上呢又有多次的重复，所以大家会发现有很多反复记号，而且这个每一次反复呢我都可能有两遍力度上的变化。这种重复的音我们一般做第一遍强第二遍弱，或者第一遍弱第二遍强，或者弱起渐强强起渐弱，或者强了更强，总之你得让它有对比，就这两遍不能完全一样啊，只要重复音型大家记得去做对比。咱们谱子上也有提示，比如圈一 F 就是第一遍强，圈二 P 就是第二遍要弱啊，这个是只是给大家一个提示，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处理，大家可以借鉴咱们谱子上标的这个强弱的变化，如果你有自己的理解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做相应的调整啊，但总之你得让别人听到你的这两遍是不一样的，否则完全相同它就没有重复的意义了是吧。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第一段的前一部分啊，前几个句子。 V 字是用来划分乐句的，比如我们第一句就是到那个骚到这个单音的骚啊，就是第一行的倒数第二小节，这是我们第一句。然后第二句到那个反复记号，第二行的第三小节反复记号。然后第三句是到第二行第二个反复记号，就一般反复记号我们就是一句啊。然后下一句又到那个反复记号啊，第三行的反复记号，然后第四句啊到第四行的又是反复记号之前啊，所以句子很清晰啊，我们一句句来看。好，首先第一部分大家先感受一下这种热情洋溢的码头的忙碌的氛围啊，邦邦啊，所以它上来呢就是特别快特别强的这样的一种气势啊，所以在刚开始之前我们也会有一个大的起手，就在这儿的
起，我们在原来在那个肢体动作那节课当中讲过，这个起就和像余如唱晚那些优美抒情的就完全不同了，在这是非常有爆发力的啊。句句来，先放慢一点看，主要看他的弹奏方法。好，首先第一句，双手共同去做起手的准备。你看，先往两边，往中间挪过来，哎，也就是第一个准备动作。大家不要先直接抬起来，而是我先往我要弹奏的地方挪动。你看，准备起。大概挪到你要弹奏的这个音的位置上，我们再开始起手啊。好，所以第一个准备动作再看一下，起，这下起就非常有爆发力。抬的时候，你看放左手，起右手，把左手放好，左手要弹的这个 sorry 这两个音，我是用中指和大指来弹奏的，把它放好，然后直接抬右手。右手这个起呢要有爆发力，所以起的这一下不要慢，要直接一步到位啊，手臂绷住一点，绷紧，然后不用抬过高，尤其是肩膀别起来，就是大家注意起的时候别把肩给耸起来啊，肩放松，然后手腕也放松，手腕绷住，这儿不要吊着，就这个，哎，不要吊起来啊，这样吊起来就会显得非常扭捏，这个动作就不舒服了。我们一定要绷紧手腕，然后肩放松。我起的是哪儿呢？起的是你的整个身体的力量和气息，吸口气，对，把这个气息带起来，快起慢落，抬起来之后你慢慢的落下去啊，大家会听到这个棒棒棒棒。你看一般我们起的这个速度都比较快，所以大家误以为我落手也是很快的，其实落手是非常稳定的，我是有准备的，快起慢落，嗖，对，用力弹奏。起主要是为了起一个力量，吸气把力量提起来，然后沉下去的时候把你的力量往下沉，好吧，只有第一下有这样一个动作，后面连续四个梆梆梆梆就都在没有动作了，因为快板它本身动作就小，就只有在第一句的刚开始会有一个起嗖，好，是这种感觉。所以大家可以在第一个音上多练几遍，主要练那个气势啊，你快板一起就得把这个气口给带起来啊，再感觉一下，背起慢落，嗖嗖嗖嗖，好，是紧接着这样去弹奏的。然后我们看这四个音，先看右手，右手是三个音，嗖软嗖，正常我们每一个手指都要正面贴弦，正面贴好，尤其注意食指别侧着啊，你要让它靠近你的中指这边，大指稍微出去一点，对，这样就有利于我们的正面触弦。这个是属于和弦的弹奏，大家要单独拿出来练这个。要把这个和弦练一练，注意食指别侧面，好吧，这个曲子里和弦都特别多，我们在五级的时候练过这个和弦的练习，像洞庭新歌、山丹丹、瑶族舞曲都有这个和弦的练习。如果你那个时候就没有练巩固很结实的话，在这儿继续练这个和弦。对，如果你在五级那个阶段已经把这个和弦练得很好了，那么这儿就很省事儿，就可以直接用了啊。左右手都要练和弦，好吧，正面，然后往掌心的这个力量多一点。对，如果你出现杂音，那肯定就是
触弦不够快，所以大家看我这四个音是这样弹的，一定要用提弹，不能贴弦，一定要用提弹，提弹才能减少杂音。好，包括左手是一样的，一二三四，可能左手会更明显一点，因为左手容易这样子，它杂音特别大，所以在弹奏前四个音的时候，大家就注意提弹，不能贴啊，用瞬间触弦的方法减少杂音，手也别动，对，手尽量也别动啊。再来一次，起，一二三四，好，然后这个花指要特别弱，因为我们的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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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做的弱起渐强，你这个音弱，你的花指就更弱，所以这个花指刮两个音或者三个音就够了，这样从左往右，嗦啦嗦啦渐强，弱的时候你身体下来一些啊，这样渐强你就立起来啊，这样嗦啦嗦啦渐强，对，肩膀下来，好，只要你完成渐强，你的肩膀就得回归原位啊。左手也一样，嗦啦嗦啦，我是用的中指和大指啊，这个食指和大指也可以，但是好像力度没有中指好。好，扫哒哒的软咪，这个画质就强，这个就得刮结实一点，刮奏接强的音你就刮得强，如果接弱的音，你看刮奏就又短又弱啊，大家注意刮奏和旋律音的配合，它是随着旋律音走的。好，我们再听一下，嗦嗦嗦嗦，渐强。好，最后一个嗦弱下来，嗦大来咪嗦嗦。好，这个是右手的这个第一句结尾就弱下来了，嗯，好，然后第二句。这个先来右手咪咪来哆，这个大错的咪之后咪来，我用的是连拖的指法，都别抬起来啊，这样咪来直接推到哆上，咪咪来哆，咪咪来哆，得把这个拖压结实啊，弹清楚。这个拉嗦咪来也是什么指法呀？也是连拖，把它弹清楚。对，别滑过去啊，不要。那这个得控制住它的节奏，拉嗦咪来平均。也是一直推到刀上把它弹出来啊，弹结实一点。咪咪来哆，拉嗦咪来哆，咪咪来哆，控发嗦。这有个控拍，控的时候我们可以贴好琴弦。控拉嗦，控拉嗦，控。你控拍最好去准备一下，不然这儿就容易抢拍子了啊！这个控拍唱出来，贴好琴弦，控拉嗦。对，这是右手，左手我们来看一下咪哆，这两根琴弦中间隔了两个啊，我还是用中指和大指弹奏的，手型放松，别这样啊，别光把这两个手指摘出来，整体的手型都是放松的状态，你无论是用食指和大指，还是中指和大指，还是无名指和大指，都是这个手型，就手型基本上就这种半握拳状啊，往里掌心里发力是这样，看，哎，一定把这个力量找到，别往上提，往里咪咪哆拉咪哆咪咪哆哆拉嗦，对吧？一定是往里抓的，这个力量要出来，才能够非常结实、非常坚定。好，咪咪来哆换成哆嗦，拉嗦咪来哆两次，然后咪咪来哆哆，这儿有一个后半拍，咪咪来哆哆控拉嗦。大家注意对清楚右手的节奏，控
拉嗦，空拉嗦和嗦一起，所以左手要单独把这个这两个音的和声音程把它给弹结实一点，然后再唱右手弹左手，咪咪瑞哆，拉嗦咪瑞哆，咪咪瑞哆哆空拉嗦，对，把这节奏对准确啊，看右手。变弱，往左边去，空拉嗦。好，这一句有点难，大家单独拿出来练，然后再把它练回原速，就不能第一小节弹得很快，然后到这一句又慢下来，我们应该速度统一啊，这样咪咪拉哆拉嗦咪拉哆。是前面的这两个句子啊，我再连一次，大家听。嗦嗦嗦弱，渐强，弱，好，有没有发现我的左手有这个动作啊？就我的小指是有一个什么动作呢？指弦，对吧？这个指弦咱们都不陌生了吧？我们在像这个《洞庭新歌》啊，《山丹丹》呀，《瑶族舞曲》啊，然后包括这个《萧山社鼓》都有这个指弦动作，而且咱们专门讲过这个在哪里指啊。每一次我下一个弹奏的音之前的这个，我就放，弹奏之前的这个半拍，我就去指弦，咪咪瑞哆放，拉嗦咪瑞哆，这四个都是一拍，那我就是后半拍去指的，这样咪指哆指咪指哆指咪咪瑞哆，好，这儿有个空拍，我是指到空拍上的，咪咪瑞指哆空拉。拉的后半拍空拉嗦，可以单独练左手啊，咪咪瑞哆指拉嗦咪瑞哆指咪咪瑞哆哆空拉嗦。那为什么要指弦啊？指弦不就是为了音色干净吗？你如果用提弹，我做的音色也很干净，那没问题，提弹也可以，指弦也可以，总之让这儿的音色就别出现太杂的这种，就不要刺刺啦啦的这个杂音出现就可以，好吧？啊，这是这两句啊，再来一次。又是两遍，第一遍强，第二遍弱，谱子上写的第一遍中强，第二遍强都可以啊，我是处理成 一强二弱，这样更方便一点，来看第一遍，把这个哒哒哒哒刮清楚啊，它是有占半拍的，拉哆抹托嗦拉咪嗦都是抹托，第二遍这右手简单，左手嗦大拉哆嗦拉咪嗦，咪嗦没有，所以这句大家要小心，加快之后可容易出错了，嗦大拉哆嗦拉，你看两个都是对的后半拍，别对成前半拍了啊，嗦大拉哆嗦拉咪嗦，嗦大拉哆嗦拉咪嗦，起，渐强，软软强起来，靠右边弹。哎，这四个肯定也是只能用提弹，对吧？不能贴弦。一、二，稳住，别抢拍子。软，咪嗦软咪哆啦，
了两遍，这个呢也可以一强一弱。你看我的刮奏，这个刮奏呢只能刮三根弦，哆啦嗦，但是它又占半拍，所以我们的刮奏要刮慢。大家在这儿 ，re 哒哒哒哒咪嗦，这个刮奏上写个慢，慢刮。得刮很晚很慢，它才能拖够半拍，要不然这儿可容易抢拍子了啊！大家注意 ，re 哒咪嗦 re 咪哆啦，所以左手你看也是后半拍。我再提醒一次大家 ，re 哒咪嗦 re 咪哆啦 ，re 哒咪嗦后半拍 re 咪哆。到了没有左手，这儿不能多也不能早啊。你看这四个也还是从左往右渐强，一二渐强，三四，好看这儿。勾完之后用的是双拖的指法，好，双拖把 re 到两根弦拖完之后，左手刀进行上滑，滑第一次，后面每一个都不用再滑了，后面一直用双拖，大家可以带一点点手腕，对，但是动作不要翻太大啊，这个手腕一点点就够了。哎，垂直朝下，掌心朝下。好，我的左手在第一个滑上去之后，后面全部保持 re 的音高。如果能颤音的话，大家可以加一点颤音啊，加上颤音会更好听，但是一定不能颤低了。你这个，看我保持 re 的颤音。它不改变 re 的音高，不能随着右手的这个双拖做变化，也不能颤太大啊！你颤太大，这个音就跑了，这样更不行，这变成滑音了。所以这一块大家要注意，单练这个 re 的颤音，你就弹刀这根弦上滑出来的 re， 然后看左手的颤。听我这个颤音，是不是特别小啊？你看，这个 re 是没掉下来的，不能定，可不是这样颤啊！别上下波动那么大，基本上没动，是这种颤音。对，这儿可以画一个重点啊，把这个左手滑到 re 的音高的颤音。练一练，哎，也就是这儿我们就接触到了类似大二度的这种稍偏紧一点的颤音，紧一点密一点，特别小，你得听起来是 re 的音高才行，不能低了，好吧。这是这个地方啊，由左靠右弱起渐强，一二三四，我们看一下这个刮奏，这刮奏带了音头，你听，就刚开始的这几个音，我要快速的刮过去，刮过去之后，你看，它有一个爆发力，所以这个我们就叫做音头，刮奏带了一个音头，重音。好，然后中间这一部分还是正常的刮奏，哒哒哒哒哒，要刮得比较清楚。好，扫弦，最后留上三五根琴弦，我们去做扫弦的动作。这个扫弦呢，你看，力量要靠下，就是用大指，就把最后这几根琴弦一次扫出来。往下沉，你的方向一定是这样。好，对手别飘起来啊，不要往上，一定是往下沉的。然后胳膊肘放松，我整个这个刮奏的方向是。大家看到没有，往中间音区去刮啊，别这样，这儿的音色不好听，没有中间厚一些啊，所以咱们要这种浑厚的音色。大家看一下这刮奏，一二三
四，它是有拍子的。这个拍子呢，就是第一拍有音头，一、二；第二拍是刮奏，第三拍是扫弦，一、二、三。好，放松回来，四的时候看我是什么呀？第四拍，你得准备下一个放左手起右手的动作了啊！我们把接下去这个骚软骚放好，然后右手抬起来，这是我们第四拍的动作。再连一次，一、二、三、四，看明白了吧？四直接抬起来，接下去骚骚。这个扫扫咪什么节奏啊？大切分是吧？我们这个大切分扫扫空咪，你得先把节奏唱两遍，大大啊大，扫扫咪，别抢拍子。另外左手你听我这个很厚重的低音要出来，所以小指弹下加两点的骚啊，这个换成小指，大家标一下，小指扫扫咪，扫扫放咪，把这个咪多贴一会儿，对，这样才能不强。扫扫咪瑞哒瑞瑞，好，这个瑞哒瑞瑞，这个刮奏也一样。把这个刮奏刮慢一点，因为咱们也是只有四根琴弦可以刮，它还得占半拍，不能节奏不对了。瑞哒瑞瑞，对，把这儿弹清楚啊，刮奏也写个慢，然后写个强，你得刮结实一点。瑞哒瑞瑞，好，连起来，嗖嗖。把这个附点圈起来，是一个重点，拉嗦拉哆拉咪嗦。我们看看这个拉嗦拉哆，指法是抹拖抹拖啊，拉嗦拉哆，后面这个软是抹，花指是拖，软软是勾拖。再看一遍指法，尤其是强调这个软不能用大指啊，用食指。对，一定用食指标一下这个食指的指法。好，然后左手拉咪拉咪拉咪，都是勾托，然后可以指一下琴弦。对，这样杂音小一些，或者踢弹也行啊。这样每一处重复出现的时候，你看拉咪一直出现，对吧？你就最好不用贴弦的方法，用提弹指弦都行啊。这样，对，指也可以，你慢了可以指，快了就来不及指弦就提弹了啊。好，我们看这一拍，拉嗦拉哆拉咪嗦，大家注意右手有附点，左手是没有附点的，所以你得先把咪弹完，右手再出骚，两个手加在一起就是拉咪骚，相当于前八后十六的节奏，拉咪骚拉咪骚拉咪骚拉刀拉咪骚拉刀，这儿得单独练啊。来，拉骚拉拉骚拉刀拉骚拉刀，对，一定得把附点节奏停够了。好，往下走，拉骚拉。你看这个 re 对拉，咪对花指，最后的软软没有左手，大家注意空了一组左手啊，拉咪拉咪拉咪空，对，有一个空拍，别都弹出来了啊。好，然后这一句呢连起来，来一次，第一遍强，第二遍也是强的，第二遍可以写成两个 F 更强啊。扫扫这一句，然后接着往下，空咪瑞瑞，右手空咪瑞瑞，大指
然后是中指大指，第二遍空咪瑞瑞一样的空咪瑞咪瑞咪瑞，对，都是抹脱啊，除了第一个咪是大指之外，后面八分音符都是抹脱，注意数清楚个数，它的强弱是这样，强的弱，弱起渐强，好，渐强空音右边，对，把这个啊，左手拉咪拉咪，好，左手随右手变化，弱，渐强，你看这个前面出现过，但这儿有两遍，这两遍呢，我们在每一遍的开始去滑左手。你看第一遍滑上去了，保持，第二遍渐强，第二遍松开再滑一次啊，大家看左手保持，然后在第二遍弹中指的时候你左手放回来，再滑一次渐强，好，音头，接着这个刮奏又带了重音，重音之后刮奏慢，给个向上的气口，沉下来，这下刮奏大家写个慢啊，带音头很慢，好，看最后带了一个扫弦，这个扫弦是你大指，你看刮到这个 Re 的附近就别再往下刮了，然后直接张开中指扫完之后过来摇 Re， 对，这个动作要比较流畅，一气呵成，别卡在这儿啊，是，对，直接过来，所以你的刮奏要慢，给足你充分的气息的支撑往上去，然后 Re 一下沉下来啊，再看一次，好，到这儿第一层就结束了啊，所以我们第一层呢也建议大家练的时候你先放慢，整体速度统一，把哪个地方比较难单独摘出来，练完之后再把它接在一起啊，我慢速的给大家示范一遍，好，从第一句开始啊，这样起，扫扫扫扫，接着后面第二层摇指先别停啊，左手微微抬起来，好，绷住手腕起，别起太高，这么高就够了，好，食指上行，来看。
我们来看刮风的这一段啊，我们的第二层，第二层次呢，它是描写的这个乌云密布啊，天色突然暗下来，马上就要这个有台风了啊，所以它先描写的是啊天色这个阴沉的感觉，所以它运用了这个左手在琴码左侧的刮奏，大家注意立起来指尖，哎，在你的高音区的位置。往上刮奏，这是第一下啊，别刮太重，你要太重，这个声音反而没有那种恐怖的感觉了。你越轻一点，好像那种这个台风的预示啊，就感觉啊，马上就要逼近了啊，所以这种感觉要更好一些。你如果反这么大声的去刮，反而不舒服了啊。所以这是这一段所有琴码左侧的刮奏。都要若隐若现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衔接。好，先摇着你的摇指，若左手抬起来上行刮奏，你看刮的时候右手还在摇，然后准备，左手上行刮完接下行的时候，就我换大指的时候，你的右手跟它交叉，这个就是。我们刮奏的右手向上的那个箭头和左手朝下的这个方向，它是对着的，两个手是反着的啊。你看，好，右手换成食指了，对吧？左手是大指，这儿给个音头，右手给个音头，左手轻轻的刮。什么是音头啊？你看，是不是我这前三根琴弦就刮快一点，立起来刮快一点啊，这样。对，就这两三根就行了，音头千万别刮太多。好，慢慢慢慢慢慢，很慢。你看到谱子上写了个慢吗？大家注意，音头之后的刮奏是慢的啊，慢刮，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好，然后下行，你看拐弯了，我右手换成大指了，左手呢就同时换成了食指，它两个都是交叉的啊。好，右手再给个音头。好，还是慢的，这是第一圈，第一圈大家注意，除了音头强之外，刮奏都是弱的，我们要做弱起渐强，慢起渐快，好吧？嗯，再来一次第一圈，嘘，别着急，慢，音头，好，然后第二圈，刮奏稍强一点，加快一点。好，第三圈。好，你看从第三圈开始，我们就刮奏就走起来了，就不能那么慢了，它必须得连成长刮奏啊，就连起来了。第三圈开始连成长刮奏，左手一直跟它保持交叉就行，右手只要一换食指，你左手就换大指。第三圈，第四圈，五六。越来越快，越来越短。这个刮奏的方向，大家看一下，我的右手是这样，是逆时针，是往这边。下行的时候是往这边，上行是往这边，下行往这边。好，然后左手呢，基本上是一个，也是逆时针的方向，但是它画的圈没有那么大，就是接近直线的这么一个。椭圆，很窄很窄的一个椭圆就可以啊，这是双手的方向。那么我们越加快，你的刮奏就越短，你看，越刮越短，越刮越快，哎，所以它就慢慢的缩小成就中间这个音区了，哎，这个渐快的过程大家尽量的拉长啊，也就是我可以画很多圈，让它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快，一直到最快。最快的时候，这个双手都要走起来啊，就是加快。你看，最快的这个，你切记幅度太大，不能那么大又那么快，就非常难听。一定快的是短的、小的，好吧？大家注意练这个快的时候，不要超过一个八度，就在这个八度之内，这样。快的你就可以不用分食指和大指了，一起就行，这样只要都能碰着琴弦就可以了，手腕就放松了。左手呢，如果也能这么快，你就跟它交替，一直是这种感觉，就双手是反向的，这样。如果
果左手你画不了那么快，你就自由就行了，在这儿无所谓，就非得交叉。你看，右手加快，左手慢一点也没问题，但是你得保证什么呢？我们最快之后，倒数第二下，我是停在了右手食指上，左手必须得是大指跟它交叉。最快倒数第二下，最后一下，我们最后一下，我右手是收在大指上，左手是收在食指上。好，最后一下又重新慢下来，所以最快之后有一个倒数第二下的这个突然渐慢，然后最后一下的最慢。最快倒数第二下，最慢，因为最慢我要有一个气息的支撑，所以你得速度慢下来，给我的气息有一个，给我一个吸气的时间。哎，好，这就是咱们整个这个第一个句号啊，我再连起来，大家跟着做一下。好，左手抬手，音头弱慢，音头，好，第一圈，然后第二圈音头慢，好，第三圈加快，没有音头了，直接刮，越来越快，好，最快倒数第二下，最后一下扫下去，放慢，好，沉下来，手臂往下沉，然后第二句起手，直接交叉，左手大指右手食指，音头，好，第二圈也有音头，第三圈没有音了，加快，倒数第二下，最后一下，好，依然是加快之后倒数第二下，你食指慢下来，最后一下最慢，吸一大口气，慢，刮弧线，注意看我的这刮奏。是我每次都刮一个斜线呀，往中间去刮啊，往中间去扫，扫弦结束，放松这两句，好，然后第二行，第三句，这个刮奏没有音头，弱起渐强，贴好渐强，一直刮到哆来，这个是双抹，抹出来，然后左手上滑，把刀滑到来，接着。摇两根弦，刀和瑞同时摇，这个叫做双摇。这个双摇呢，你的大指的幅度就别往上那么多了，就好像是平的，你得同时摇两根琴弦，但是同时是瑞的音高啊。对，这个左手保持，就滑一下，保持住，摇两根琴弦，快一点啊，这样。刮过来，快摇两下，直接走啊！这个下行刮奏又带音头了，再听一下，上行没有音头，渐强，带音头，扫弦，好，然后绷住手腕，抬左手，注意手腕别吊着啊！好，绷起来，左手刮短一点，右手长一点。这个刮奏右手长啊，写个长，再写个慢，慢刮，一直刮到高音骚，咪上滑上去，保持，注意大关系别低了啊。好，刮下去，刮完，然后第二圈还是从头刮，慢的，一直刮到 re mi 双抹 re mi， 把 re 滑上去，别高了这个音。好，然后下行。再接上行，慢一点，大指慢一点，好，逐渐加快，拉刀，刮到拉刀，大关系，好，拉缩短，加快，好，越来越快，越来越短，所以你的这个起点的音就不用每一个都从最低音了，我们前两个是从最低音，后面第三个减一点，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越来越高。那么旋律音呢，你看每一次标出来的这个音就是你刮到的这个截止的音，也就第一组我们截止到咪嗦，然后第二组截止到谁呀，瑞咪，
第三组刮到哆来，第四组拉到嗦拉咪嗦来咪哆来，好，一直到中音区的哆来就可以了，后面那两个拉到嗦拉不要了，去掉就行了，因为再加快这个就容易按不准了，我们按不准的音还不如不去按它，所以右手就直接变成刮奏，这样情绪就更激烈一些啊，所以大家把最后两个去掉就行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好，快，大指慢一点，加快，再混一下，你看连成快的刮奏之后，我又来了一个特别特别慢的下行，所以在 re 之前，大家再写一个慢。这样，这下往上吸气，这样沉下来，再去接这个 re。对，这个 re 呢，给个音头之后又突弱，好，音头突弱，渐强，渐强起来，再抬左手上行刮奏，继续渐强，起右手。大家在这个下行刮奏的时候写个起右手，我左手一拐弯接大指，右手就要抬起来，准备吸气，它就要准备扫下去接第三层了啊。好，它是这样的一个衔接。好，下面我把第二层再连起来，大家看一下刮奏的方向，主要是把刮奏弄明白就可以啊。122页第一个音，是咱们的那个前两层啊，大家就一句句的先把细节练清楚，然后再把它合起来啊，最后再去做这些表现力上的东西，好吧？好的，先稍微休息一下。